一定要干净利落。 已经到了须弥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前往须弥城，想办法见到小吉祥草王。说起小吉祥草王，我们之前虽然打听到的消息不多，但他不太像是当年带走你哥哥的那位神。不过须弥也被称为智慧的国度，如果能见到这位智慧之神，应该能从他那里获得一些有价值的情报。不知道须弥城在什么方向？ 我们要不爬到七天神像所在的那块大岩石上看看吧。就算看不见须弥城，至少也能找找附近有没有村子什么的。等等，你看，前面有行人。 听见？喂，前面的行人，不好意思，能向你问个路吗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他明明听见我们在叫他，却对我们不理不睬的。哼，不过虽说他不肯理睬我们，但只要我们远远跟着他的话，应该就能走到有人烟的地方吧。 到时候我们再向其他人问路好了。走，我们悄悄跟在他后面前进吧，别被他发现了。 小可爱会喜欢吗？
山洞会是通往村子的入口什么的，看来是我猜错了。你看，他在那边坐下了，该不会他就住在这儿吧？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要试着再向他问问路吗？嗯，好吧，好不容易才碰到一个行人，哪怕他不太欢迎我们，只要能说服他给我们指个方向就行。啊，好清新的香味啊，是从那个香炉里传来的吧？虽说住在这么简陋的地方，但能沐浴在芬芳中冥想，似乎也是种不错的生活呢。啊，你怎么了？突然脸色变得这么难看。什么香味让你感觉不舒服吗？可为什么我什么感觉也没有？时间了，你别着急，师父的知识很渊博的，既然说了他没事，那就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啊，你醒了吗？啊，太好了，你总算醒过来了。这里是……对哦，之前你昏迷的时候我太紧张，都忘了问这里究竟是哪里了。这里叫化成郭，最早是须弥的学者们在雨林中搭建的临时休息处，现在这里主要由寻林园驻扎。你好，那个，我叫柯莱，是个见习寻林园。今天我和师父在巡视时刚好发现你晕倒，于是就把你带到这里来了。不用谢我，我其实没做什么。对了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那是师父调配的汤药，刚才他在你昏迷的时候给你灌了一点。啊，对了，师父说等你醒来之后还要再喝一次才行，我拿药给你。
克莱，怎么了？是想拿药吗？都说过了，这些你别乱碰。等下我来处理吧。对不起，师傅。哎，道成临时用训图谱就在公告板上，如果法伯德再记不住，就只能换个地方贴在他脑门上，让其他人去提醒他了。就是他这个月都吃坏两次了，我去好好说说他。但如果他就是喜欢眼前有彩色小人跳舞，刚才的话就算我没说。不过下次再给他抓药就得找他要钱了。怎么样，你好些了吗？这位就是我师父巡灵官提纳里先生，也是化成国所有巡灵员的上司。你失去意识的原因我之前对派蒙解释过，既然你醒了，我就再向你说明一遍。虚弥有些学派的学者需要在林中修行，他们会借助一种叫做林芬香的植物熏香稳定心神，进入沉思状态。你们两个为了问路靠近了学者海拔下隐居的山洞，那时候洞里就正燃烧着这种熏香。熏香对大多数人没有影响，但它的确会刺激极少数人的精神。你就是这种情况，我解释明白了吗？那就好。接下来回答个问题，在倒下之后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？比如你还有自我意识吗？看到了什么东西吗？克莱，你去通知一下其他人，让他们先不要把巡查日志拿到这里来了。啊？什么？因为这些天他们会暂时住在我的房间，我去阿米尔家挤一挤，照我说的做，快去吧。啊，是，我知道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情况是这样的，原本我以为你醒后再喝一碗药就可以走了，但现在我觉得你有必要待在化成锅疗养观察一段时间。疗养观察？你先别急，你只要是个明辨是非的人，听我说完就能明白情况的严重性了。从你刚才的描述看，熏香让你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幻觉，你的精神状况很不乐观。如果你还是没办法相信的话，可以闻一闻这个。啊，你没事吧？是不是和你倒下那时的感觉很像？虽说你目前神志清醒，可如果贸然让你离开，你很可能又会突然在什么地方失去知觉。雨林里有不少猛兽，也存在十分危险的区域，到时候可能就不会像这次一样好运了。这些天你需要每天按时吃药，尽量不要独自行动，直到你闻到这种气味不再感到不适，可以吗？你再休息一下吧，我去重新熬一碗药汤给你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们才刚到虚弥，你就碰上了这种事。我知道你想早点见到小吉祥草王，不过你现在的情况确实有点严重，还是先恢复身体吧。喂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我很担心你啊。奇怪，你是说你的身体状况吗？你是说你看到的那些树根和红色的天空？可如果不是幻觉的话，那些究竟是什么？好吧，你的体质特殊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可你刚才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告诉缇娜里呀？现在他误判了你的病情，你的情况不会越变越糟吧？哎，你的意思是，缇娜里知道你看见的不是幻觉，却故意这么说来搪塞我们？好吧，我明白你刚才保持沉默的原因了。那这段时间我们就安心留在这里，
一边恢复身体，一边想办法搞清你究竟看到了什么吧。不过，直接向体那里打探，看来不太行。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有道理，克莱对我们还是挺亲切的。明天我们也可以先向他打听一下草神和须弥的风土人情什么的。天亮了，走，我们去找克莱吧。接下来是右手，情况似乎还可以，不过还是小心行事，明白吗？我知道了。对了，师傅，我还没拿到今天的寻觅路线图。今天的路程很远，你就不要跟我一起去了，而且还可能会有那些东西出现在这条路线上。我明明也有神之眼，却没办法帮上什么忙。别说这种话，这不是你现在应该考虑的事啊。你们来了，身体感觉还好吗？对，既然留在这里，我们也想稍微找点事情做。你们是这种闲不下来的类型吗？好吧，既然这样，今天就让柯莱带你们去化成郭南边巡视吧。如果你们对体力有信心，七天神像的清洁也交给你们了。提纳里先生，我们已经准备完毕了，马上就来。我们先出发去林子里了，剩下的事就让柯来跟你们说明吧。是，交给我吧。柯来，我们今天都要做些什么？刚才提那里说要清洁七天神像，但我没想到这也算巡林员的工作呀。其实巡林员的工作内容很广，检查道路状况，维护林间设施，排除火灾隐患，为旅客居民提供帮助。如果是师傅的话，还经常要去处理雨林中危险的区域。在我们到达七天神像前，先检查一下沿途的路灯吧。旅行者，我们走这边。我来检查路灯就好，你们可以帮我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异常。闪灯没有问题，我们继续往前走吧。这盏灯有些松动了，让我记录下来。好，这盏灯也没有问题。七天神像就在那块巨大的岩石上面，你们之前从这条路过来的时候应该已经看到它了。位置是不是有点高？如果你觉得爬上去比较勉强，不打扫也没关系，师傅不会介意的。是吗？那就交给你了。神像附近的空间很小，你在上面要小心一点。我也和你一起上去吧，我可以帮你打扫比较高的地方。对了，克莱，你知道草神是位什么样的神吗？
你是问大慈树王还是小吉祥草王？哎，大慈树王，哦，难道说这是前代草神的名字？对，大慈树王是须弥的初代草神大人，他创造了雨林，在沙漠边缘建起防沙壁，大家这才获得了安宁的生活。在须弥人眼里，他是智慧、仁慈与无所不能的象征，但他却在几百年前的灾难中消失了。我听师父说，后来贤者们找到了新生的草神大人，将他接回了须弥。为了庆祝神明的失而复得，贤者们就以小吉祥草王称呼他，并让他居住在净善宫里。那然后呢？然后，我也不太清楚了。哎，你也不清楚吗？难道说克拉你并不是须弥人？不，我是须弥人没错，不过是因为我们是陌生人，有些事情不方便说嘛。如果真是这样也没关系，你不用在意。不不，你们误会了，我不是在隐瞒什么，况且你们对我来说也不算是陌生人。那个，你们也认识安博对吧？等等，你说的难道是？对，就是他。我之前在蒙德待过一段时间，当时得到了安博很多帮助，说是他改变了我也不为过。安博他真的很厉害，热爱生活，有正义感，不仅充满行动力，也非常善解人意，总是能像一团火一样照亮别人。在我看来，他是最适合做侦察骑士的人，因为几乎每个踏入蒙德的人都会先遇到他，然后被他的热情感染，爱上那片土地。啊，虽然总觉得侦察骑士的工作目的并不是这样，不过我已经十分深刻地感觉到了，克莱你真的很喜欢安博。不好意思，刚才我好像说了一些奇怪的话。嘿嘿，没关系啦，知道你是安博的朋友后，感觉一下子和你亲近了不少呢。不过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也认识安博的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我回到须弥之后也一直和安博保持着书信联系。他在信里讲过蒙德城遭到飞龙袭击的事，说有一个金发的旅行者和漂浮的伙伴帮忙化解了危机，所以昨天一见到你们我就认出你们了。不过当时因为旅行者刚从昏迷中醒来，我就没好意思提起这件事。原来是这样呀。所以请你们放心，我绝对是信任你们的。我也想多告诉你们一些草神大人的事，但我很长时间都没在须弥生活，而且也没读过什么书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啦，你刚才告诉我们的情报也很有价值，毕竟我们之前连大慈树王、净山宫什么的都没听说过呢。能帮上一点忙就好。不过你们为什么要打听草神的消息啊？哦，原来如此，谢谢你们愿意告诉我这些。不用客气，毕竟我们是朋友呀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上面清洁神像吧。辛苦你们了，我去前面检查一下遮雨棚的情况，等会儿我们就在这附近汇合吧。前没怎么仔细观察，现在我才发现这座神像雕刻出的神明身材很小巧的样子。你说他究竟是大慈树王还是小吉祥草王？看这座神像的模样倒是和这个名字挺相称的。算了，关于他们的事情我们以后总会打听到的。
我们来清洁神像吧，我飞到上面去，你就负责擦下面好了。神像已经清洁干净了，我们下去和柯莱会合吧。你们爬上爬下一定累了吧，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吧，我带了水和食物来。好耶，是什么好吃的呀？有什么关系嘛，克莱又不是外人，再说了，食客的热情可是对厨师最好的赞美呢。今天我带来的是一种巡林员常吃的便携食物，叫做口袋饼，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胃口。没事没事，我在食物外面包了好几层油纸，应该没有弄脏。刚才真是吓死我了。真是太好吃了，克莱，你的厨艺真好。幸好你之前把每块饼都仔细包了起来，要不然我肯定会心疼的晚上连觉都睡不着了。这也太夸张了吧。不过既然你们喜欢，下次我给你们抄一份食谱吧。放心，我会把烹饪要点写上，你们很快就能学会的。谢谢你克莱。真难想象像你这么认真的人竟然也会有忙手忙脚的时候。可能是有那么一点吧。不过缇娜里对你是不是管得太严了一点，东西都不让你碰。我也偶尔会在飞的时候碰到桌上的东西，但他从来不会怪我，毕竟谁都会有不小心的时候嘛。不是这样的，如果你们和师父相处的时间更长一点，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个很好的人。我听前辈们说，师父来自一个很古老神秘的种族，他们一族都很聪明，大多有些孤僻，但师父却是个很热心肠的人。对了，你们知道教令院吗？好像是叫做生什么派来着。总之，因为师父对植物很有研究，那个学院的贤者还好几次写信来让他到教令院去任职，不过却被师父以须弥城太嘈杂对耳朵不好为由拒绝了。我也是这么觉得。总而言之，师父明明可以去教令院，却还是做了巡林官，每天都在为雨林的居民们提供帮助，也会教给下属们各种知识，就连口袋饼的做法也是师父教给我的。真的吗？这我倒是完全没想到。不过这么说来，昨天缇娜里发现你晕倒后倒是二话不说就对你实施救治，也是他把你背回化成锅的。不过我还是觉得有点不爽，因为他整整一路上都在拼命数落我呀。真不好意思，这件事可能是师父不太对，因为派蒙当时不停在喊怎么办，他是不是要死了，怎么劝都没用，把师父给惹毛了。喂，可恶，你不要笑啊，我还不都是因为关心你。
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连克莱也……气死我了！我要报复你们，看我把你们的脑袋都揉成鸟窝！别碰我！克莱，对不起，那个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刚才不是这样的，不是的。克莱，你还好吗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了。不好意思，刚才吓了你们一跳吧。对了，时间已经不早了，我们赶快回化成锅去吧，师傅他们也该回来了。刚才到底怎么了？克莱他不要紧吧？他走得可真快，现在都已经看不见了。明明是该喝下午茶的时间。